菲律宾说是百艘渔船要冲击黄岩岛，可就来了几艘。菲律宾这出好戏，让我们看到了南海局势的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鲁中成。我们说过啊，前几天菲律宾一个组织声称要组织一百艘渔船前往黄岩岛宣示主权，这让本就十分敏感的南海局势呢变得更加微妙了。今天我们再说说菲律宾。 要冲击黄岩岛的事儿，十五号上午啊，在那个民间组织机构的组织下，大量菲律宾渔民集结在菲律宾马新洛克港口。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呢，百艘渔船出发了，向着我黄岩岛海域进发。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啊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也集结了不少执法船只，以维护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。说是严阵以待也不为过。 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啊，菲律宾百艘渔船浩浩荡荡，在磨磨蹭蹭地航行了十几海里之后，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抛下了所谓象征性的标记和浮标，然后大多数的渔民在领到了慰问品之后呢，就打道回府跑了。这个情况和外界的设想就完全不同啊！那些渔船呢，应该是要预谋和中国海警发生冲突的。 以抹黑我们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形象。结果呢，那些渔船连黄岩岛的影子都没见到，就匆匆忙忙结束了整个行动中最核心的任务——放浮标。所以，菲律宾整个船队的过程啊，就像国内某活动现场为了活跃气氛发鸡蛋一样，这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呀。很显然，菲律宾所谓的渔船行动，实际上就是一出虎头蛇尾的闹剧。 说实话，就是菲律宾那些小破渔船，还真不一定有能力开到黄源岛附近。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做个标记、打个卡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说不定中国海警船制造的海浪都能把那些小破船给掀翻了。所以，菲律宾的策划者指望着他们去和海警船搏命，确实有些不现实。 而整个菲律宾渔船行动中啊，问题最大的当属组织这个行动的那个民间机构了。这个机构是一个标准的非政府组织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NGO。而众所周知啊，国际上很多 NGO 实际上都是美国情报机构的白手套。有些美国政府不妨说的话、不方便做的事儿，这些由美国暗中资助的 NGO 组织呢，就会出面发声或者组织活动。 比如乌克兰的两次颜色革命，香港的黑豹事件，都有某些 N 九的影子。也就是说啊，所谓的渔船事件背后，很可能是美国在操纵，目的呢是进一步加剧南海地区紧张局势。不得不说啊，美国这一招也是真的够阴险的。前面我们提到了那些菲律宾小型渔船抗风浪能力非常差，一不小心就会翻了。如果来跟我国的海警船纠缠， 连水炮冲击，怕是都扛不住一下。如果真的闹出了人命来，还真不好解释啊！弄不好还会让我们在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。但是很显然，菲律宾人也不都是傻子啊！政府被美国拿着枪使，那是因为上层有一个美国的代理人，而民间还是很惜命的，知道那黄岩岛啊是是非之地，过了那条线，生死可就由不得自己了。 但那些渔民呢，又配合着 NGO 组织演一出戏。除了钱财之外呢，他们心里多少还有一些小九九的。毕竟多一块地盘，将来打鱼渔获也会多一点。但是整个行动呢，真的有些太过儿戏了，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啊，这是该 NGO 组织和渔民一起发动了此次特别的打卡行动，以骗取美国的活动经费。 这也就看出了南海局势的复杂性，距离我国本土太远，距离菲律宾太近，而菲律宾想闹事儿就太容易了，导致我们的执法成本呢就会很高。我们将来想要对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形成绝对的控制，还是需要多填岛、多造舰、多巡航的。当然了，相信我们国家肯定早就有规划，要控制黄岩岛早就有大政方略的。 好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